不用，好，然后把它放上去，对，这里有个校准线，垂直于它，垂直啊，垂直，因为取向刚它有方向的嘛，垂直于它。 这个就稳定了是吧？就0093，哇！对对对，是这个意思。还有一个横向纵向这个方向，嗯，方向性，有无取向的。<笑>你这个取向是这个是方向是吧？对对对，这个是必须垂直。哦，这样子，明白了。取向垂直就这个意思。对，方向性。这一个是什么材料？ 0.0几或者0.35，不同的那个材质，不同的来自于不同的厂家，对，然后就是画，其他都对的，然后就是画，随便0.035的，对，就是0.35的，1.29，你可以测同一个点，让那个探头老是测同一个点，值如果不一样的话，就说明仪器没问题。<笑>动一下就不一样了。对，你是这样转，它也值不一样。嗯。它有，它跟那个经历取向有点角度的。对，有个角度的。你说动。经历取向，这个磁性。我转一下啊，它这值会变的，你看，它这值会变。 垂直于它的值是最小的。嗯，垂直的时候是最小。对，你看，会越来越大。假如是平行呢？平行呢是翻倍的，那就最大翻倍，翻倍2.5到3倍。对，是这样的。它是垂直于它是最小的。对对对。调厚度，基本上只要调厚度，只要改厚度。 你这个宽度也是这样，25，对，EA的它宽度是不好调的，默认25宽，对，25宽实际上就是探头的宽度，就是20。